不过呢，国内检测之三，潘内尼能2016年严丝种实质满意土调查，今年结果出炉耶。六都当中，台南市高雄市黑基乡拿到五成种，本岛是存在严丝黑油法令烟推动烟拿到，香港外岛黑连贡烟得到。不过，因前几年调一个风采泥巴天，对推动促成洋葱的影响，法令烟种副困起，香港连贡烟种刘振英，每推推动烟种门天庭，同种用雷公发。 希望大家是在乡下同推动来听重听。全台湾2021年严丝种实证满意图调查出来的，法令严总推动严总韩国连共严总都起加来两种。今年民众本书中的评价，唔单唱会有实证的能力，会透明意也到，人会得到人的幸福韩国系重要的关键。 县市民比较肯定的，我们会发现，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有跟县市民做好政策的沟通，或者说有加上平常常跟县市民有做互动的话，分数都会蛮高的。 连登七百得到五粒成长的法令严总副困起，提两种的时节同时为政府强化来天数推动在许的重建。那位推动严总门前提，每去一百评价当中分数为一提高的。不过面对一百零八天风采，对推动促成安泰损害，总共有2000人赴人家的物的全非，农业损害每月离开，严总每讲每技术来救灾。 尽快的来支援台东，我们相信台湾2300万人都是台湾的一等公民，请中央赶快的来支持台东的乡亲。我们居民现在也在凝聚大家的共识，如果大家也有意愿，那政府这边来协助相关的法规啦、土地的这等等的这相关的这些技术的问题，我们有机会把让香兰整个透过重建。 哦，会不止恢复它原来的容貌，它可能未来更有特色，更能够发展它在地的产业。虽然期盼完成严丝种联合颁奖典礼，不过法令严总韩国联共严总同时提两种加下都讲，希望中央政府韩国推办的民众，大家强化来同推动天数重建在乡的家业。下卡新闻总书记林君勇台北报道。